却说曹操大破吕布于定陶，不乃收集败残军马于海滨，众将皆来汇集，欲再与曹操决战。陈宫曰：今曹兵势大，未可与争，先寻取安身之地，那时再来未迟。不曰：吾欲再投袁绍，何如？公曰：先使人往冀州探听消息，然后可去，不从之。且说袁绍在冀州闻知曹操与吕布相持，谋士沈佩进曰：吕布柴胡也，若得兖州，必图冀州，不若助曹攻之，方可无患。绍遂遣颜良将兵五万往助曹操，细作探知这个消息，飞报吕布，不大惊，与陈宫商议。公曰：闻刘玄德新领徐州，可往投之，不从其言，竟投徐州来，有人报之玄德。玄德曰：不乃当今英勇之士，可出迎之。糜竺曰：吕布乃虎狼之徒，不可收留，收则伤人矣。玄德曰：前者非不袭兖州，怎解此郡之祸？今彼穷而投我，岂有他心？张飞曰：哥哥心肠特好，虽然如此，也要准备。玄德领众出城30里，接着吕布并马入城，都到州衙厅上讲礼毕，坐下。卜曰：某自与王司徒计杀董卓之后，又遭绝范之变，飘零关东，诸侯多不能相容，竟因曹贼不忍侵犯徐州，蒙使军历久逃迁，不因袭兖州以分其势，不料反堕奸计，败兵折将，今投使君共图大事，为沈遵义如何？玄德曰：陶使君心事，无人管领徐州，因令被权摄州事，今幸将军至此，何当相让？遂将牌印送于吕布，吕布却待要接，只见玄德背后关张二人各有怒色，不乃扬笑曰：谅吕布义勇夫，何能做州牧户？玄德又让。陈宫曰：强兵不压主，请使君勿已。玄德方止，遂设宴相待，收拾宅院安下。次日吕布回席请玄德，玄德乃与关张同往，饮酒至半酣，不请玄德入后堂，关张随入，不令妻女出拜玄德。玄德再三谦让，不曰：贤弟不必推让。张飞听了，瞋目大赤曰：我哥哥是金枝玉叶，你是何等人，敢称我哥哥为贤弟？你来，我和你斗300合。玄德连忙喝住，关公劝飞出。玄德与吕布陪话曰：列帝酒后狂言，凶勿见责。布默然无语。须臾席散，布送玄德出门，张飞跃马横枪而来，大叫：吕布，我和你判300合。玄德急令关公劝止。次日吕布来辞玄德曰：蒙使君不弃，但恐令弟辈不能相容，不当别投他处。玄德曰：将军若去，某罪大矣，列帝冒犯，令日当令陪话，进一小沛，乃被昔日屯兵之处，将军不嫌欠暇，权且歇马如何？粮食军需尽当应付。吕布谢了玄德，自引军投小沛安身去了。玄德自去埋怨张飞不提，却说曹操平了山东，表奏朝廷，加操为建德将军、废亭侯。其实李傕自为大司马，郭范自为大将军，横行无忌，朝廷无人敢言。太尉杨彪、大司农朱隽暗奏献帝曰：今曹操拥兵20余万，谋臣武将数十员，若得此人扶持社稷，剿除奸党，天下幸甚。献帝泣曰：朕被二贼79矣，若得诛之，成为大幸。彪奏曰：臣有一计，先令二贼自相残害，然后召曹操引兵杀之，扫清贼党，以安朝廷。献帝曰：即将安戳。彪曰：闻郭范之妻罪度，可令人于范妻处用反间计，则二贼自相害矣。帝乃书密诏赴杨彪，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范府，呈监告范妻曰：闻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有染，其情甚密，倘司马知之，必遭其害，夫人宜绝其往来为妙。范妻讶曰：怪见他惊宿不归，却干出如此无耻之事，非夫人言，妾不知也，当慎防之。彪其告归，范妻再三称谢而别。过了数日，郭范又将往李傕府中饮宴，其曰：傕性不测，况今两兄不并立，倘彼酒后制度，妾将奈何？范不肯听，其再三劝住。
至晚间，绝使人送酒研制，范妻乃暗置毒于中，方使陷入，范便欲食。其曰：“食则外来，岂可辨食？”乃先于犬视之，犬立死。自此范心怀疑。一日朝罢，李觉力邀郭范赴家饮宴，至夜席散，犯醉而归，偶然腹痛。其曰：“必中其毒矣。”即令将粪汁灌之，一吐方定。范大怒曰：“吾与李觉共图大事，今无端欲谋害我，我不先犯，必遭毒手。”遂密征本部甲兵，欲攻李觉。早有人报之觉，觉一大怒曰：“郭亚多安敢如此？”遂点本部甲兵来杀郭范，两处合兵数万，就在长安城下混战，城市掳掠居民。觉指李贤引兵围住宫苑，用车二乘，一乘载天子，一乘载扶皇后，是贾诩、左凌监押车驾，其余宫人内侍并皆不走，拥出后宰门。正遇郭范兵到，乱箭齐发，射死宫人不知其数。李觉随后掩杀，郭范兵退，车驾冒险出城，不由分说竟拥到李觉营中。郭范领兵入宫，竟强掳宫嫔才女入营，放火烧宫殿。次日，郭范知李觉劫了天子，领军来营前厮杀，帝后都受惊恐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“光武中兴兴汉室，上下相承十二帝，桓灵无道宗社断，烟尘擅权为书记，吴谋何进作三公，欲除射鼠招奸雄，台塔虽去虎狼入，西周逆术生淫凶，王允痴心脱红粉，致令董吕成矛盾，徐魁舔灭天下宁，谁知李国心怀愤，神州荆棘争奈何，六宫积锦愁干戈，人心寄离天命去，英雄割据分山河，后王归此存精液，莫把金瓯等闲缺，生灵糜烂肝脑涂，圣水残山多恨血，我观已始不胜悲，筋骨茫茫叹数里，人君当手包桑戒，太阿谁持权刚为。”却说郭范兵到，李觉出营接战，范军不利，暂且退去。觉乃一帝后车驾欲没误，使之李先兼之，断绝内食，饮食不济，侍臣皆有饥色，得令人问觉取米五壶，五谷五具，一次左右。觉怒曰：“朝夕上饭，何由他求？乃以腐肉朽粮与之，皆臭不可食。”帝骂曰：“逆贼直如此相欺！”侍中杨彪即奏曰：“绝性残暴，事事至此，陛下且忍之，不可应其风也。”帝乃低头无语，泪盈袍袖。忽左右报曰：“有一路军马，枪刀映日，金鼓震天，前来救驾。”帝叫打听是谁，乃郭范也。帝心转忧，只闻雾外喊声大起，原来李觉引兵出迎郭范，鞭指郭范而骂曰：“我待你不薄，你如何谋害我？”范曰：“你乃反贼，如何不杀你？”绝曰：“吾保驾在此，何为反贼？”范曰：“此乃劫驾，何为保驾？”绝曰：“不须多言，我两个各不许用军事，只自判输赢，赢得便把皇帝取去罢了。”二人便就阵前厮杀，战到时刻不分胜负。只见杨彪拍马而来，大叫：“二位将军少些，老夫退邀众官来与二位讲和。”绝范乃各自还营。杨彪与朱隽会合朝廷官僚六十余人，先议郭范营中劝和，郭范竟将众官进行监下。众官曰：“我等为好而来，何乃如此相待？”范曰：“李觉劫天子，偏我劫不得公卿。”杨彪曰：“一劫天子，一劫公卿，意欲何为？”范大怒，便拔剑欲杀彪。中郎将杨密力劝范，乃放了杨彪、朱隽，其余都监在营中。彪谓隽曰：“为社稷之臣，不能匡君救主，空生天地间耳。”言讫，相抱而哭，昏厥于地。隽归家成病而死。自此之后，觉范每日厮杀，已连五十余日，死者不知其数。却说李觉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术，常使女巫击鼓降神于军中。贾诩屡见不听，侍中杨琦密奏帝曰：“臣观贾诩虽为李觉负心，然时未尝忘君，陛下当与谋之。”正说之间，贾诩来到，帝禀退左右，泣欲许曰：“卿能连汉朝，就朕命乎？”许拜服于德曰：“故臣所愿也，陛下且勿言，臣自图之。”帝收泪而谢，少请李觉来见，待见而入，
地面如土色。爵位帝曰：国犯不臣，监禁公卿，欲结陛下，非臣则驾被辱矣。帝拱手称谢，爵乃出。时皇甫立入见帝，帝之力能言，又与李爵同乡，赵氏王两边结合。李奉诏走着范营说范，范曰：如李爵送出天子，我便放出公卿。立即来见李爵曰：今天子乙某是西凉人，与公同乡，特令某来劝和二公。范以奉诏，公意若何？爵曰：吾有拜吕布之大功，辅政四年，多助勋绩，天下共知郭雅多到马贼耳，乃敢擅接公卿，与我相抗，势必诛之。君事关我方略示众，足胜郭雅多否？立答曰：不然，昔有穷后裔，视其善射，不思患难，以致灭亡。晋董太师之强，君所目见也。吕布受恩而反图之，思虚之间投悬国门，则强固不足是矣。将军身为上将，持岳仗节，子孙宗族皆居显位，国恩不可谓不厚。今郭雅多结公卿，而将军结至尊，果谁轻谁重耶？李爵大怒，拔剑叱曰：天子使汝来如我乎？我先斩汝头。齐都尉杨奉谏曰：今郭范未楚而杀天使，则范兴兵有名，诸侯皆助之矣。贾诩亦力劝，爵怒少息。许遂推皇甫立出，立大叫曰：李爵不奉诏，欲弑君自立。侍中胡邈即止之曰：吾出此言，恐于身不利。立斥之曰：胡敬才，汝亦为朝廷之臣，如何负贼？君汝臣死，吾被李爵所杀，乃分也。大骂不止。帝知之，即令皇甫立回西凉。却说李爵之军大半是西凉人士，更赖羌兵围住，却被皇甫立扬言于西凉人曰：李爵谋反，从之者即为贼党，后患不浅。西凉人多有听力之言，军心渐患。爵闻立言大怒，差虎奔王昌追之。昌之立乃忠义之士，竟不往追，只回报曰：立已不知何往矣。贾诩又密于羌人曰：天子之汝等忠义，久战劳苦，密诏使汝还郡，后当有重赏。羌人本愿李爵不与爵赏，遂听许言，都引兵去。许又密奏帝曰：李爵贪而无谋，今兵散心切，可以重爵而知。帝乃降诏，封爵为大司马。爵喜曰：此女巫将神祈祷之力也。遂重赏女巫，却不赏军将。齐都尉杨奉大怒，谓宋果曰：吾等出生入死，身冒矢石，功凡不及女巫耶？宋果曰：何不杀此贼，以救天子？奉曰：你于军中放火为号，吾当引兵外应。二人约定是夜二更时分举事，不料起事不密，有人报之李爵，爵大怒，令人擒送果先杀之。杨奉引兵在外，不见号火，李爵自将兵出，恰遇杨奉，就寨中混战到四更，奉不胜，引军投西安去了。李爵自此军事渐衰，更兼郭范常来攻击，杀死者甚多。忽人来报，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，欲与二公结合，声言如不从者，引兵击之。爵便卖个人情，先遣人赴张济军中许和。郭范亦只得许诺。张济上表请天子驾幸鸿胪。帝喜曰：朕思东都久矣，今乘此得还，乃万幸也。诏封张济为骠骑将军，积进粮食酒肉，供给百官。范放公卿出营，爵收拾车驾东行，遣旧军御林军数百，持戟护送。栾舆过新丰，至霸陵，时值秋天，金风骤起，忽闻寒声大作，数百军兵来至桥上，拦住车驾，厉声问曰：来者何人？侍中杨琦拍马上桥曰：圣驾过此，谁敢拦阻？有二将出曰：吾等奉郭将军命，把守此桥，以防奸细。既云圣驾，须亲见帝，方可准信。杨琦高阶珠帘，逼欲曰：朕功在此，情何不退？众将皆呼万岁，分于两边，驾乃得过。二将回报郭范曰：驾已去矣。范曰：我正欲哄过张济，结驾再入美屋，而如何擅自放了过去？遂斩二将，起兵赶来。车驾正到华阴县，背后喊声震天，大叫：车驾且休动！帝气告大臣曰：方离狼窝，又逢虎口，
如之奈何？众皆失色。贼军渐近，只听得一派鼓声，山背后转出一将，当先一面大旗，上书大汉杨凤四字。引军千余杀来，原来杨凤自为李傕所败，便引军屯终南山下。今闻驾至，特来保护，当下裂开阵势，翻将崔勇出马，大骂杨凤反贼。风大怒，回顾阵中曰：“功名何在？”一将手执大斧，飞骤滑流，直取崔勇，两马相交，只一合，斩崔勇于马下。杨凤乘势掩杀，范军大败，退走二十余里。凤乃收军来见天子。帝谓玉曰：“卿就阵功，其功不小。”凤顿首拜谢。帝曰：“是斩贼将者何人？”凤乃因此将拜于车下曰：“此人河东阳郡人，姓徐，名晃，字公明。”帝谓劳之。杨凤薄驾至华阴驻跸，将军段威举衣服银扇上线。是夜，天子宿于杨凤营中。郭范拜了一阵，次日又点军杀至营前来。徐晃当先出马，郭范大军八面围来，将天子杨凤困在该心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然东南上喊声大震，一将引军纵马杀来，贼众奔溃。徐晃乘势攻击，大败范军。那人来见天子，乃国戚董承也，被哭诉前世。承曰：“陛下免忧，臣与杨将军是斩二贼，以敬天下。”帝命早赴东都，连夜驾起，前幸鸿胪。却说郭范引败军回，装着李傕、言、杨凤、董承就驾往鸿胪去了。若到山东，立脚得定，必然布告天下，令诸侯共伐我等三族，不能保矣。傕曰：“今张继兵举长安，未可轻动。我和你成奸合兵一处，至鸿胪杀了汉军，平分天下，有何不可？”范喜诺。二人合兵，迂路劫掠，所过一空。杨凤、董承之贼兵远来，遂勒兵回，与贼大战于东涧。傕、范二人商议，彼众我寡，只可以混战胜之。于是李傕在左，郭范在右，漫山遍野拥了。杨凤、董承两边死战，刚保地后撤出，百官工人服册典籍一应御用之物尽皆抛弃。郭范引军入鸿胪劫掠，乘、凤薄驾走陕北。傕、范分兵赶来，乘、凤一面差人与傕、范讲和，一面密传圣旨往河东，急召顾白波帅韩先、李乐、胡才三处军兵前来救应。那李乐亦是笑惧山林之贼，今不得已而召之。三处军闻天子赦罪赐官，如何不来？并把本营军士来与董承相会，一起再去鸿胪。其实李傕、郭范弹道之处，劫掠百姓，老弱者杀之，强壮者充军。临敌则驱民兵在前，名曰敢死军，贼是浩大。李乐军道会于未央。郭范令军士将衣服对象抛弃于道。乐军见衣服满地，争往取之，队伍尽失。傕、范二军四面混战，乐军大败。杨凤、董承遮拦不住，保驾北走。背后贼军赶来，李乐曰：“是急矣，请天子上马先行。”帝曰：“朕不可舍百官而去。”众皆好气相随。胡才被乱军所杀。乘、凤见贼追急，请天子弃车驾不行，至黄河岸边。李乐等寻得一只小舟做渡船，时值天气严寒，得与后墙扶到岸，边岸又高，不得下船，后面追兵将至。杨凤曰：“可解马缰绳接连，拴缚地腰，放下船去。”人从中国舅福德携白绢十数匹，制曰：“吾于乱军中拾得此绢，可接连拽捻。”行军校尉尚红用绢包地极厚，令众先挂地往下放置，乃得下船。李乐仗剑立于船头上，后兄福德附后下船中，岸上有不得下船者，争扯船缆。李乐尽砍于水中，渡过堤后，再放船渡众人。其争渡者，皆被砍下手指，哭声震天。既渡彼岸，地左右只剩的十余人。杨凤寻的牛车一辆，在地至大洋。绝食晚宿于瓦屋中，也老尽宿饭，上雨后共食，粗粝不能下咽。次日赵封李乐为征北将军，韩先为征东将军，起驾前行。有二大臣寻至，哭拜车前，乃太尉杨彪，
太仆韩荣也。帝后惧哭，韩荣曰：绝犯二贼，仆信臣言。臣舍命去说二贼罢兵，陛下善保龙体。韩荣去了，李乐请帝入阳凤营暂歇，杨彪请帝都安邑县，驾着安邑，苦无高房，帝后都居于茅屋中，又无门关闭，四边插荆棘以为屏蔽。帝与大臣议事于茅屋之下，诸将引兵于篱外镇压。李乐等专权，百官稍有触犯，竟于帝前殴骂，故意送浊酒粗食与帝，帝勉强内治。李乐、韩先又联名保奏强徒，不取，故意走卒二百余名，并为校尉、御史等官。刻印不及，以追化之，全不成体统。却说韩荣屈说绝，犯二贼，二贼从其言，逮放百官及工人归。十岁大荒，百姓皆食早菜，乐福遍野。河内太守张扬献米肉，河东太守王毅献绢帛，帝稍得宁。东称杨凤商议，一面差人修洛阳宫苑，欲奉车驾还东郡。李乐不从，东称谓李乐曰：洛阳本天子建都之地，安邑乃小地面，如何容得车驾？今奉驾还洛阳是正理。李乐曰：汝等奉驾去，我只在此处住。成，奉乃奉驾启程。李乐暗令人结连李傕、郭范一同结驾。董称杨凤、韩先之其谋，连夜摆布军事，护送车驾前奔机关。李乐闻之，不等傕，反军道自引本部人马前来追赶。司更左侧赶到鸡山下，大叫：车驾修行，李傕、郭范在此。吓得献帝心惊胆战，山上火光便起。正是前番两贼分为二，今番三贼合为一。不知汉天子怎离此难，且听下文分解。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，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，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视障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，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，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。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支持这个系列吧。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，请不要吝啬的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拇哥哦。